问刘心怡小妹妹。刘心怡参加过30多次的救火运动，哎，分队之花呢，来来来来，今年25岁啊，对了对了，消防队穿这个没有错，没错没错，哎呀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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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个就真的站在第一线的了，这个哈，突然间。难得上节目，突然间变同手同脚，不要这样子啦，有点紧张嘛。来来来，前面一点，好可爱啊！你心仪几岁了？心仪？25岁。25岁啊，年轻呢。而且在这个消防队里面，要拿到分队之花，是不是很难啊？啊？怎么会不是很难？分队女生，分队是总共几个女生？女生，我们分队现在有5个。哦，那难度高了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是他单身哦。我有单身，没有男朋友，快要有了。啊，要现在有暧昧的对象了，录完就会有了，录完影就会有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有打算要接受他的人是吧？还是怎么样？对。哦，那队里面的吗？还是不是外围的？对，你去他们家帮他灭火，是不是？这句话很 A 哦，你去他们家帮他灭火啊？咦，我帮你灭火咯。不是啦，没有，他这个应该叫扑火，你有到他家去扑过火吗？没有呀。哎呦，这是大学同学，大学同学啊，对呀，看到这个大学的同学，然后女生哎，竟然当了这个消防员，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会啊，会觉得很蛮危险的，而且，就是工作的，周围都是男生啊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，刚那个穿白的哦，那个是后勤而已哦，这个穿红的，是要进去火场救人的哦，你有进去过吗？我们女生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在火灾现场，车子负责补给水源，然后操控车辆。那跟那一位有什么两样？可是我们是会还是会有机会要冲到前线啦，因为就是男生先进去之后不行，我换我们上阵。男生进去不行，再换你们，会有这样？你等跟，你等下回去被你们局里面的阿蛋蛋，你敢没踹？你敢没？你公换男生进去不行哦。他才轮到你啊！你哦，像花吗？你这就是我们还是会一视同仁，还是要进去。该进去的时候需要支援的时候，人手不够的时候了，要帮忙。人家的消防队不是都会去抓蜜蜂，有没有？蜂窝哦，有没有？还有抓蛇啊，有啊。就是第一次刚下分队的时候，然后跟学长到那个屋，就是那个住家现场，然后男屋主看到我，就说，就马上说。那你们消防队是没有人哦，为什么会派女生来？然后，就其实啊，你唔系话我是消防界女王蜂呢，开玩笑，你拢我管呢，就口气还蛮有点歧视的样子。然后，就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。然后就心里就觉得不太服气，然后就跟学长说：“学长，这颗蜂窝让我来采。”对，多大一颗？多大一颗？大概一颗排球这么大。哇，那大概里面有几只啊？那算小的啊，对，一颗。其实那边就是里面蜜蜂已经都就是在外面就在飞了。哦，已经在外面飞。对对对，哇，那个冰到要修嘞。对啊，其实还蛮危险，而且它是在民宅的阳台上面。对。对啊，你们有装备吗？对啊，有，我们有一整套的那个捕蜂衣。捕蜂。对，然后每个口就是会接触到皮肤的地方都要都封紧。有没有抓蛇？有没有抓蛇？有啊，有抓。抓蛇你也抓？哇哦！但是我们也有器材啊，就是会有长长的那个捕蛇夹。你拿个笛子去吹就好了呀。是在阿拉伯的街边才会看到。印度弄蛇人吗？很好笑容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那个帅哥啊，你看，恭喜你啦！对啊，真搞，他一定帮你灭火。哎呦，还有更恐怖的，各位处理过尸体哦，哇哦，佩服佩服。在就是消防队，其实还算大家都还蛮常见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尸体的味道 ？Oh my god！
他其实像都是可能老鼠啊死掉比较多天，因为我们到那时候那个案件是那个患者，我们到现场之后，到达现场，因为那个患者那个死者他是住二楼，然后我们到现场的时候，在一楼就已经闻到那个味道很重，然后那时候警察已经到了，他就赶快冲下来，看到我们冲下来就跟我们要口罩，因为他们太臭了，没受不了，然后就赶快拿，然后我们就上去。然后到客厅的时候，还没看到那个尸体，地上其实已经很多那种像苍蝇的东西，很多很多。然后到看，然后那时候学长好像我说你要不要看，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以后还是会看得到，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就看了。然后那时候整个那具那个死者其实已经开始发黑发紫了。各位，阿米，所以要残酷，快救他，昏倒了，进来 ，CPR，进来，保庇天后，赶快唱一首。你以为这多他妈的用了？哎，相溜啦，相溜啦，王彩华相溜啊！再次感谢你，谢谢。三，哇，哎呦，天！天哪，这个腿啊，腿真的有豆花妹的感觉，有，身材很好哎，哇，很美，好可爱哦，不错，哎，拿这个去相亲铁中的 ，OK， 腿很美哎，就是很有那种黑社会美眉的感觉，很青春洋溢，满意吗？满意，甜美，不错，你看这个腿还真漂亮，好吧？谢谢哦，以后考虑多穿短裙哦。对呀，OK 的，身材好，对不对？秀一下嘛，是吧？